阮小妹交往的是武山帮的少爷，啊，甲伊联姻的对象是望海门的千金小姐。所以阮小妹甲伊联姻，将伊当作是动了情。望海门，阮真正才拄好。啊，不过即卖望海金融确实就是当年转型漂白过的望海门，无毋对。贤哥，你想啥？无啦，我咧是想讲啊，想要搞这件代事会变到这么复杂。你继续讲。我之前啊，使啊好些高手哦，我就渐渐发觉老啊，袂当无人老啦。我惊讲我一个人力量，我都对抗那边的势力。我这老尾阁需要辛苦，小可斗三两。小林队，恁若是要问伊个代志，我毋知影咧。你会当去找跟伊较好个同学啊，比如讲郭月月，也是邵太宏。你敢有确定？我听讲，你这囡仔真巧，佫是自由身，想袂到你原来讲白贼啦。廖梦之迄个阿姐，就一直包容伊啦。伊个亲生爸爸要甲阿兄。敢真正有可能把伊送去警察局？万一拍的是温情拍的，安尼伊同款，要受到应该有的教训。我实在唔知要讲啥呢。其实我有找到张路边的一段画面，内面有聊到你。今嘛无会讲啊吼！我知你是为了朱晴天，甲蒙做到四位你袂拄啊好，所以你都毋肯甲我讲老实话，我会当理解。啊，不过今嘛你应该坦白讲啊。阮只是想要赶紧找到蒙做到四位安尼啊。后来我甲志汉确实有叫车调过去，调到山区一个废弃仓库，阮就全力去甲晴天救出来。就这尔简单？啊，无咧，将因抓走的人，至少五六个人，又果是大人，就凭你甲志汉，敢有可能甲伊抓走？我拜托你，老实讲讲，遐个人是啥？啊，是毋是拄伊刺猬甲蒙之不离？遐嘛是家己吐袂听，所以遐个人根本就毋是蒙之甲刺猬的朋友，甚至有真有可能出去甲伤害伊，对不？那你凭啥物你志汉、晴天拢会当顺利倒来？就算讲你跟我讨厌蒙这个思维，你嘛袂当安尼啊！老实讲，拜托嘞，我是讲，阮上日去救晴天的时阵，我有跟伊相拍，我去一下有拍许思维。对我来讲，因欺负这么侪人，当然是吐袂停啊！伊连现在都要讲白痴，敢敢是因为迄群人是生迄病的？伊无想要有别人知影我的过去。歹势，我知影，干那安尼尔。你若是唔相信，会当去仓库家己去查，我会当甲你讲伫倒位。啊，不过有可能无人伫遐，恁去啊，嘛是白了工啊。多谢你跟我分享这个消息。希望有骗过去，让伊别阁起怀疑。等伊走较远，我再出门较安全。王依林拄仔在咱面头前讲一个老狗屁，伊即马绝对真着急要确定蒙子甲四位人伫啥物所在。咱只要甲电话好势，一定会当找到恁弟甲恁妹。
你是活着性命哦，拄只安尼真危险嘞。叫迄个狗囡仔走去啊！咱真无简单，才从蒙这个四维线索，怎么拢回去啊？爸，煞煞去啊！不是这个王一林走袂去啊，以后够机会。我家在我所生为吼。叫我多个聊天群，别个因误会。所以无代无志，真个安尼个种啊，甲平常时个警察都无共款。敢讲因两个囡仔是种，真正甲伊有关系。过当哀哀叫，代表袂听嘛。王一林，原来这一切拢是你做的，赶紧把我放出去啊！你即摆咧救我，啊！之前正恩咧求恁的时阵，恁嘛无咧听啊。也阁有啊，恁欺负晴天几届啊？你敢有听别人苦劝放伊煞？无嘛。所以咱判断哦，恁就是听无人话。啊，既然安尼，恁无资格做人，就做精神好啊。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你较有礼貌的好无？我这么好心请你来这做 SPA 呢，这这么翕，透中道，阁有三温暖的功能，参像你这种歹心毒气的人，心酸当排毒，安尼毋是足好诶。你这是歹心毒气的人，蒙住了一个受伤，你阁安尼对待伊，我这叫做以牙还牙。既然你听无人话，要用非常手段，才有法度甲恁教好乖。啊，不过我无参像恁这样残忍，我已经把廖蒙子的工作处理好势啊，啊，若无，伊随时会岔开，安尼就无好耍啊。哎呀，看王一林的眼神，伊即个真正有影是去掠狂啊！绝对要想办法，若无真正会死伫遮。阮过去欺负你，是阮的问题。啊！不过张楚天天伊件代志真正跟阮都无关系，阮嘛是受害者。而且孟子龙已经受伤啊，拢是迄个人的手头受过粗残啊。对，你嘛是受害者。啊！不过若不是恁两个甲伊引出来，今天嘛袂受这么大惊吓。恁敢知影？这造成伊心内偌大伤害，加上恁之前所做的歹代志，我今日一定好好教训你。刚刚。你怕啥？共阮活活枵死，安尼，你会有罪哦。多谢你替我烦恼呢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我这么巧，我根本想无办法毁尸灭迹。你针对我就好啊！我较早甲你拍过，嘛甲你拍到流血流滴。你有啥物代志？你对我就好，你莫欺负孟子啊！欺负伊，我哪有啊？时光同学，咱讲这么侪话，你应该嘴大吼。啊，拄只人无够快，即马加啉挂啊。哇！想袂到恁这么紧就被制约啊呢，就参像巴夫洛夫做实验狗狗同款啊。这实验哦，就有名诶。当初巴夫洛夫在饲狗在食物件时阵哦，拢会摇铃铛。啊，等时间若久，迄只狗就会甲摇铃铛甲食物件受做伙。以后只要听到铃铛的声音，不管是毋是有物件偷好食，狗啊就家己流嘴烂咧。就参像即马同款啊。你唔听到吼，哔哔哔的声音，你就会甲嘴啊，闭好开，想要啉水，真正是 good dog。你，卖跟我扣到你，巧克力哦，
会当补充热量。加油！这马拢还袂转来，咁想我又甲准准准，迄两个囡仔失踪，甲伊是有关系。爸，咱今日这里有默契，请父子装哦。我唔是甲你有默契，我是替你安抚，替你断尾。我咧掠准讲你一个囡仔屁的，你会当骗过廖乾坤爸仔去老公哦？莫想要甲我找理由甲我骗哦，我想要听老实话。你甲我讲，廖蒙之、许世伟，因两个无去，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好，我承认，因两个即摆伫我手头，我就是去看卖因做空。敢干那看卖尔，搁伸手教示，敢袂用？你之前毋上过反对这款代志，你敢袂记的？你之前知影我的过去，你对我完全无谅解。迄是之前我想过天真啊，即嘛无同款啊。我你讲这什么意思？爸是不准你行骗去哦，爸，我唔是行骗，我是想通啊。我看到晴天安尼，我总算彻底了解，好人无一定有好报。你对别人善良，别人无一定对你善良啊。爸，你敢知影？我看到晴天变到安尼，还佮你差点仔无命，我心内真正生气啊！我从来唔捌这么激动过。我若是无做这款事，我真要爆炸！伊嘛牺牲伊家己，甲你交我，保着你一条命，伊毋是希望看到你变到安尼呢？啊，我你是对伊无路用啊，嘛无法度让妈妈活落去啊！假使讲昨我对迄个歹人讲道理，无用一只手段，你即马敢有法度站在我面头前干死我？你再都无命，我就无办法。我即马想着，过会少惊遐，啊，不过就是这个惊遐，让我袂后悔。我嘛知影，廖孟这个许世伟，不是张爱技术家，啊，不过我若是找到了歹人，我咪对付伊，安尼才会当替你，还给阮妈妈报仇，出一口气。只有甲因拍咧涂骹，我着反抗，才会当好好听人话。爹，爸，我是去外省，我带你去别院看晴天。